好啦，跟住主题啦，咁佢就俾咗 OA 同 OB 嘅 vector 我哋啦，然后 M 系 bitcoin，咁就 BNNA 嘅比例咧就系 K 比一，咁佢就揾 ON，咁啊用翻个 formula 啦，咁就 ON 等于 OA 乘 K 加 OB 乘一 over 翻。K 加一，好啦，咁所以咧就变咗做二 KI 加 I 加二 J over 翻一加 K，咁所以咧就会系二 K 加一 over 一加 K 个 I 加二 over 一加 K 个 J，今日做好咗啦。好啦，到 B part 咯。咁 B part 咧就叫我哋证明 ANPM 呢一个系一个 cosine。好，cosine 有啲咩啊？咁啊，对角加埋系180度啦，咁系一个方法啦。咁即系话可以证到就得啦。咁要证佢哋对角加埋180度，其实我哋就证两个直角出嚟就得咯。咁啊，好明显呢一个唔系直角啦。咁所以我应该喺呢个方向度，呢两个系直角，我哋证呢两个系直角，咁就得啦。好啦，咁咧我哋先计翻 AB 先，AB 就会系 OB 减 OA，咁咧就会等于负 I 加 2J。咁呢一方面啦，我哋 M 未用，我哋用个 M，因为我阵间要证呢只直角，所以我哋要做翻 M 先。好。做翻个 BM 先，因为我哋阵间要做个 draw predictor，所以我做呢条线 draw 呢条线先。好，咁啊，BM 就会等于翻 OM 减 OB。咁因为 M 系 midpoint of OA 啦，咁所以 OM 咧就系半个 OA。OK，咁所以咧佢就会系二分一啦，乘以二 I 啦，减翻 I。加 2J，咁所以咧就会变咗做负 2J 啦。咁留意翻，OBM 系负 2J，然后咧 OA 咧系 2I，佢哋两个就 perpendicular 啦。咁所以我哋得出咗咧，BM 系 perpendicular to OA 嘅。OK，咁我哋 put 到呢个90度啦。咁所以对面呢只90度，因为佢话俾你听已经系 cosine 噶嘛。OK，咁所以导演都系嘅，咁所以我哋知道 ON 同 AB 咧系 perpendicular 嘅。好啦，头先我哋揾咗 ON 啦，咁我哋就 ON dot AB，咁就会变咗做二 K 加一 over 一加 K 啦，个 I 加二 over 一加 K 个 J dot AB，AB 就系负 I 加二 J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就会等于翻负嘅二 K 加一加四 over 一加 K 要等于零，咁所以咧 K 咧就会系等于五 over 二啦。睇先，我呢度括号应该系三 over 二，咁啊做完啦。